妈呀，刚刚在这里上来的时候，这边有一个牛啊，有一头牛，然后这车子停下来了，就上不去了，让大哥帮我开一下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翩翩是兰，兰兰现在去往错卡湖的路上啊。我今天啊，在新龙县拿了快递之后，我就往理塘方向走嘛，在路上看到去错卡湖的标志啊。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啊，有一个博主啊，他去了错卡湖，拍的照片、拍的视频特别漂亮。我想着10公里啊，应该很近啊，没想到啊，这个路那么难走。给大家看一下我导航走过的路啊，还有5公里，看上去上去，这是一个错卡湖风景点啊。然后看一下我走过的路，看到没有？看。看，看这路。本来我是沿着张孟线嘛，然后往理塘方向走的嘛。这边啊是有一座桥，然后往上走，总共也就是10几公里啊，全部都是盘山路。给大家看一下外面啊，现在啊太阳快落山了，快5点钟了。这下面好多鸟，看到没有？这之前我都没有见过。然后还要继续往前走啊，这边零零散散会有一些村庄的房子啊。再往上往上，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啊，反正就是沿着这一条路一直往上走就是了。还有5公里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啊。上去了之后今天我们就不下来了，明天再下来。妈呀，刚刚在这里上来的时候，这边有一个牛啊，有一头牛，然后这车子停下来了，就上不去了，让大哥帮我开一下啊。谢谢谢谢，感谢，谢谢大哥。现在啊，我车子开到了错卡湖这边的一个停车的地方，然后再往上去的话还有1.7公里，因为现在已经5点多了嘛，天气有点晚了，我就不上去了啊。这边有一个错卡湖的介绍。错卡湖位于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麻日乡境内，距县城32公里，被誉为人间仙境、九天瑶池。错卡湖啊，在当地称为错卡海子，又称赞多错那玛，藏语意为乱石丛中的黑色海水，是一个淡水湖泊，湖面面积约3平方公里，意为绿宝石。都说错卡湖不是很大，可它那碧玉般的湖水晶莹剔透，万花筒般的收集蓝天白云、绿树青山、红寺庙的身影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它揽入怀中。一番加工之后，又以更加迷人的姿态释放出来，令人耳目一新。这边是导览图啊，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游客中心卫生间啊，再往上去就是观景平台了。这边啊是一个山庄，但是都是关闭的啊。我要赶快穿个衣服啊，这山上好冷啊。这是错卡湖的一些住宿的，不过现在没有开放啊。然后这边也有一个吃饭的地方，错卡湖休闲山庄饭店也没有开放。看这山上多冷吗，这个水管要一直留着啊，不留的话就可能会冻住吧。然后你看这里冰冰，好大一块冰冰。前面啊有一个观景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，可能夏天的时候这边应该会有游客吧。然后你看这些住宿的还是有好多的啊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走过的一些路啊，这里能看到吗？看这下面的一些村庄，这边有一个观景平台，那边应该是一个吃饭或者喝茶的地方。这可以看到下面的村庄，这是我昨天炖的红烧肉，在山上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刚刚又炒了一个生菜，就这样凑合吃一顿啊。我觉得这样吃已经很好了，有我喜欢吃的肉，有我喜欢吃的青菜。吃饭了啊，明天带大家去看一下错卡湖啊。今天太晚了，太阳落山了，就没那么漂亮了。明天我们
出太阳之后我们再上山啊。山上还有一个错卡寺呢，明天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嗯。